我路过蓝色街乡亲好朋友，来东门桥都要经过，桥路经过，开车经过，希望大家拢驻足来欣赏一下哈。今天呢，这个专题拢是漂亮的小姐，漂亮的宝贝，而且现场做着这个 live 的演出。是的，好来，东门桥刚才来打卡，现在你要坐台了，咩机啦？这么多台摄影师、摄影机，希望拢在给咱念咩对无哈？安尼嘛好啦，我开始注重我的形象啊。来，非常的感谢，相信有一个真侪咱这个爱好者，爱好咱这个庙会文化对不？暗会文化，咱这个文化即个吼，愈来愈伫个传落去。对对对，啊，未使失传啊。是啊。像较早恁个布袋戏有无？对。布袋戏，哎呦，我记得较早可能咱恁个时代无咧流行啊。小时候你没有在看布袋戏啊，连我都没有在看啊，后面老板有在看，所以如数家珍。是，啊，但是对我来讲，那种就陌生嘞。嗯，对哦，你拢是耳闻的对吧？对，是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啊，是无咧读册，拢咧规工咧看，啊，我拢乖乖咧读册。是，对哦，啊，咱讲哦，这个布袋戏，起码你甲看嘛，发扬光大呢。对啊。发扬到哦，黄俊勇股票主持呢。股票呀，真的，很不容易呢。所以讲，后摆咱不带车麻烦哦。温家嘛，我搁起一个还蛮大的，现在才刚动土，是一个布袋戏馆。布袋戏馆在高铁区那边，是不是好？大家当去去观赏。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布袋一样，安那制作，是，而且讲迄个安那人，对，啊，即尊是安那形，把他们变成偶像化。对，嘿呀。就是要传承下去，不可以不见。啊，这是咱这个台湾的文化咧，跟那歌戏啊，你话，那过去咱感觉咧，歌戏怂，没喏，这是国宝级的。后摆我你讲拍摄吼，恁这影片拢会留咧哦。后摆我这个算国宝级的。对啊，后摆你要看到这样。所以我们要谢谢他们。哎呀，帮我们做纪念啊！哎呀，卖后悔哦！你安尼老家你做阿妈的时阵，我少年家岁的时阵，唱歌真好听，啊，恁两支卡真水，牙孙啊看咧，牙片拢无来看我老的，对无？哎，啊，所以感恩嘿，谢谢大家。啊嘞，啊，即阵呢，伊话对，啊，轻松好听的歌声，做着空头节目就是安尼，要带予大家欢乐。带予大家一个享受，所以讲呢，今日欢乐甲享受，一定拢爱两者兼备吼。来，继续过来唱着我的歌曲。安排抒情的歌曲，爱无卡喘，谢谢。爱无卡喘，来，就是我的歌。我爱，我是感觉好听的歌啦，好听歌啦。莫想遐多啦，想遐多。外人就是无啥优点，就是规工苦苦熬烧，暗时拢歹睏。来，再来这首《爱无卡喘》。
谢谢掌声，谢谢，第二位。